你是来和我合影的吗？麻烦帮我和学姐拍张照片，谢谢。 谢谢，谢谢学姐。下一位，学姐，我可喜欢你了。我也是。三、二、一，谢谢学姐。下一个。 谢谢姐，谢谢，谢谢。像不像？陈姐，你没事吧？什么？ 我说照片上的盒子，像不像你？像你个头啊！好，请同学们有请离场，要有请哦。尊敬的各位来宾，各位校领导，亲爱的同学们。 这个是什么呀？一个小玩具。你是要送给梁晨学姐的？什么？要送给我？就是拿着合照而已。这个盒子长得很像一个我认识的。 学长，你穿这么少不冷吗？不冷，毕竟身强体壮。陈姐，我们快去睡。